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前两天在地铁上被别人要微信了哦。那不是很正常吗？你不生气？我肯定不生气啊，这说明我眼光好啊。我男朋友是不是？嗯哼。颜值又高，身材又好，又会穿搭，又有气质，那被人要个微信不是很正常的事情？你是在 PUA 我吧？虽然我长得是帅是吧？那你不怕？我肯定不怕啊，我知道你很优秀啊，可是我也不差，对不对？嗯、你看我长相也不差，身材吧也挺好的，是不是？而且我又很幽默呀、啊，又很体贴啊，又很善良，而且我这么爱你。虽然我不能赛比心智貂蝉，但是该有的自信。我给了，我说我给了。你真的给了吗？嗯哼。哎哎哎！跑跑跑跑跑跑！